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验。8年前，我还在槟城理科大学就学，主修教育系。我要感谢当时和我分享爱康蓝藻的伯父。起初，我并不相信伯父所说的这个蔬菜可帮助改善智商和取得更好的学术成绩。幸好他留下一份产品手册给我参考。我开始翻阅手册，并发现爱康蓝藻含有维生素 B12， 一种对智商发展有益的营养素，这让我惊喜不已。在理大第一到第三学年里，我不曾获得由理大系院长颁发的证书，也就是 Sigil de Cam。 不过在持续服用爱康蓝藻每天5粒的情况下，我终于在第四年考获全 A， 有幸上台取得证书，让我开心不已。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康蓝藻。我和妹妹都只是平凡学生，而妹妹在中学时期也不曾是优秀生，但是在每天摄取20粒爱康蓝藻的情况下，妹妹连续4年获得系院长颁发的证书。妹妹和我只不过是平凡人，不曾获得任何优秀生奖状。然而在爱康蓝藻的帮助下，这些系院长证书如今已高挂在家里的墙壁上，而父母也对我们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爱康蓝藻确实可以帮助改善学生的智商，谢谢。